人活着，终有了的那一天，生死事大，所以佛教修行把了生死作为归宿。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对很多事情做个了断，也难免有未了的心愿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烦恼与欢喜，也有了与未了，这些来构成的。想对过去做个了断不容易，但是所有的故事都要有个结局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有一段让人深思的话：“世上万般好，便是了。”了便是好，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